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红阳洞》，表演者孟鹤堂、周九良，有请。休息休息啊，刚才是孙九香跟这个何九华呀，两位老师说了这么一段叫学哑语，说了很多的啊，说的非常的不错，嗯啊，两个捧哏演员在台上能啊碰出这样的火花，我觉得应该让他们多演啊。哦，那应该啊，应该让他们多演，应该让孙什么这个再给他排一场，可能他自己不乐意了。因为这个大家伙不知道啊，他们俩各自呢捧着一个角儿啊，人都捧角儿呢。人家何九华捧着谁呀、啊？给是秦霄贤捧，然后孙九香呢给谁捧呢？不值一提。他给谁捧的？他就为了说秦霄贤。谁捧？这个孙九香呢，给这个孙九香捧哏。嗯。他呀，自个儿逗自个儿捧，你看。这演员太高级了。能力非常的强，对，哎，站在桌子里边能捧，站在桌子外边能逗，哎，这样的演员应该啊多多培养，嗯啊，让他们多多演出，嗯，就是大家给多多的掌声，嗯，然后他们赚多多的钱，嗯，然后慢慢就多多的不来了，下去休息休息，是，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，上台来呢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啊，名气不大，哎，非常小，德云社一个小学生啊。我的名字呢叫孟鹤堂啊，小学生，一年级，五年级，各级。哎，你怎么不鼓掌呢？你吃了什么脏东西了？味儿有，你一说孟鹤堂，大伙儿都鼓掌，你干嘛呢你？你不鼓掌呢？我没买票。介绍完我了，嗯，介绍完我了，介绍一下这位老师，德云社重量级的相声演员，他的名字叫孙连哲，刚才下去了，孙九香呢下去了，然后把他也换上来，啊，这位老师名字特别的好听，啊，叫橘猫是吧？大橘猫，大橘喵。他老说嘛，橘猫，橘猫不是你吗？老橘猫，是我是橘猫，你是橘油，是吧？橘油是吗？你是不是叫橘猫？我不叫橘猫，你姓橘，姓周，姓周，对，哦，周橘猫，对，我有一动物，名字非常的好听的，啊，叫周九良，
对呀、啊，张子凡的媳妇儿叫胡雪飞。你提他了？不是，你说相声呢？不是你们家是亲戚吗？这不是亲戚，咱这说相声呢。这普及上，万一人不知道胡雪飞是谁，怎么办？咱们不是聊天儿啊，唠家常来的。对，胡雪飞呢有两个孩子。不用说他们家，不用提蛋蛋的事儿啊。啊，胡雪飞大儿子叫蛋蛋，对，也挺好的孩子，起蛋，哎呀，起这名儿真逗，哎，不太正常啊。啊，郭老师给起的，是起蛋蛋的名儿，挺有意思的，蛋蛋面嘛，啊，不可。然后呢，咱说到哪儿了？我觉得还行。说到哪儿呢？说扬，说咱们这个发扬呢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对对不对？曲艺文化也要发展，对不对？咱们京剧文化也要发展啊，那是国粹，对不对？那是国粹。对，接下来我的工作呢，就是要弘扬咱们中国的京剧文化。哎，这个重担呢就压在我这个肩膀上。基本上呢，中国京剧界呢就指着我了。以后京剧火不火，就看孟鹤堂大老鳖大老板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京剧火不火？哎，火不火？就火不火？能不能吃饭？这帮演员能不能吃饭？就看我，大老板。那您啊，您啊，啊，一定要保佑身体，好好活着。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哎，对，您的健康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呀？你得好好保重你的尸体。我都尸体了，我还保护他干嘛？废话，你这话说太大了。怎么大了？哦，京剧以后的重担就是您挑了。哎，郭德纲郭老师不办了一个京剧的剧社，叫什么？叫骑驴剧社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就是看上本了，是吗？叫什么？他那个剧社叫什么？麒麟，麒麟呢？哎，麒麟剧社，我马上就接班了。啊，郭老师下课，哎，从这里到这里，我就上这儿来，我就是那个麒麟剧社的班主了。您啊，听说都您京剧老艺术家，你都听说过谁？完了，你犹豫完了，没听过京剧，哎，谁没听过呀？马连良听说过吗？马连良知道啊。哎，啊，孟广禄听说过吗？啊，孟广禄是咱们天津的。哎，玛丽莲梦露听说过吗？那是咱们美利坚的。不是，那是唱京剧的。玛丽莲和孟广禄加一块儿叫玛丽莲梦露，没听说过吗？对不对？这俩老师教我一人。嗯，俩老师教我一人。哎，我现在一身能耐没地儿使，知道吗？哎，那个老师孟广禄孟老师。大伙儿听这名字就能知道怎么回事啊。嗯，孟广禄大花脸艺术家呀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唱大花面。对，好家那大花面唱的特别好。大花面啊，您说这个孟老师，我理解那个孟老师是一个孟老师。您是不是说了后边菜市场卖馒头那名字？什么卖馒头？卖馒头。大花面干嘛呀？大花面吗？哎，大花脸。说脸不说脸，上头面。大花面，大花面啊啊！你真是不要面，什么？哦，大花面唱的特别好，孟广禄。哎，你从这姓上你能知道我们什么关系？哦，是吧？哦，瞧玩意儿，你姓什么呀？我姓孟啊。哦，我好还叫忘了吧？对，我姓孟啊。哦，我跟你说，孟广禄孟先生把他那些个资料全给我。我现在一身的资料，全都是。我说你那么水灵的，水灵啊，挣的不少啊，挣的不少，1000万一个。哎，一身能耐。你说唱那些传统戏，我把握没有意义，没有用。卖票吗？不卖票。观众喜欢吗？听不懂。也喜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经过这些年的我的学习和研究，今天，哎，我跟大家公布一件事。什么呀？史诗级的事件。今天我跟你说这个事就载入这个京剧的史册。孟鹤堂写了一出骇世惊闻，那个写了一出名扬天下的一出戏。
怎么样？马上一公布，名扬天下，震惊全整个京剧界。叫什么呀？叫洪阳洞。听玩意儿，听玩意儿去吧。哎，洪阳洞，你要不再来一颗药没有？你药劲儿完过了。洪阳洞啊，是你创作的？我创编的。我这不是老段子吗？什么老段子？你听过洪阳洞吗？你知道什么？听洪阳洞吗？你这是屁！杨家将的故事。嗯，杨六郎在宋营里头，哎呦，偶得一梦，梦见他父杨令公，他的骸骨在北国洪阳洞里头埋着呢。嗯、然后，所以派这个孟良到北国前去盗骨。碰派这个孟良啊，没派焦赞。焦赞心里说：“哎呦，我们哥俩关系那么好，我得跟着去呀，我得保护着他呀。”哎，孟良跟焦赞就一块儿去了。孟良正盗骨呢。正在洞里盗骨呢，那焦赞在门口啊，就在那个洞口啊，还要开了一句玩笑，说拿奸细。孟良回手一板斧，啪，就把焦赞劈死了。等盗完骨出来一看，哎呀，我刚才劈死的是我兄弟啊！梦里一叫，焦不离梦，他死了，我也能活着，我也死，拔剑自刎。后来这个消息传回宋营，杨孟良听闻啊，一病不起，最后吐血身亡。这叫洪阳洞，又叫三星归位，对吗？我问你了，你上哪子闲了是吗？我问你了，你创作的？哎，有病吗？这人，你刚创作的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有病吗？这人怎么了？好像是在你说那洪阳洞什么洪阳洞？老洪阳洞。对啊，知道吗？那卖得出去票吗？那个有观众爱看吗？有啊，没有啊？咱现在我写这本新洪阳洞，新编洪阳洞，新编的，对不对？你那什么呀，三义宾天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仨人都死了吗？都死了吗？我这仨人都活着，活得不是好，三阳开泰。哎，三阳开泰都活着。这玩意儿孟良跟焦赞俩人盗骨去的，一个人去的吧？啊、一个先去，一个后去的吧？对，那一斧子啪。给砍死了。第二个是偷着去的，我这个是怎么去的？怎么去的？俩人哎，搂着膀去的。这目标多大呀？这个咱们搂着膀去了，到那块之后，盗墓盗骨成功了啊！哎，到那个洪阳洞里头，那个大洞啊，大洞里头，老令公就在那里头了啊，那骨灰就在那里头。对，盘子拿起来之后，把盖打开了。哎，哥哥，你说这是老令公的骨灰吗？咱们尝尝呢。拿出来。
穿着丝袜，穿着丝袜，在台上头发。什么时候脑子磨没了，什么结束，到时候给他一个安家费。磨他那个脑袋啊？哎，哦，那时间倒是挺长的，得600目啊，800目就不行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到最后大伙儿，哎呦，欢聚一堂，喝的差不多了，嗯，喝差不多，喝多了，孟良跟焦赞俩人，哎，跪在地上，哎，不是俩人都跪啊，焦赞跟那站着，孟良跪地咣咣咣给焦赞磕头，哎，认焦赞为干爹。这都什么剧情呢？哎，怎么了？我写完这本，现在已经卖出去了。这谁看呀？这还卖出去？谁看呢？外国有一演出商把这本收了，收了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，对不对？收了，巡演去，去那个拉斯维加斯，去那个迪拜演出，演完一圈回来之后，人民币1000万，嗯，1000万，一场1000万啊！但是我现在有一个挠头的事。什么事？没有人跟我演这个孟良和焦赞，我可以演孟良，到最后我给那个焦赞磕头当认干爹，但是焦赞没有人演。我说谁要跟我演这个焦赞呢？我就把这个1000万呢刀切账5/5，我们俩一人10000块钱。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刀切账切的太碎了，剁馅儿了。那你要刀切，你要刀切账怎么切？一半嘛，1人500万嘛，不？1人500万行，1人500万。现在没有招募这演员，招募不上来。哦，你演那个孟良，我演孟良啊。然后我有一个情节，就是孟良给焦赞磕头啊，大花磕头，然后认焦赞当干爹。对，然后500万给那个焦赞，没人给我演，你说多可惜？哎，这部戏写完没多可惜，大家伙儿唱京剧，专业唱京剧，觉得我糟改，你这叫糟改，这叫传统文化弘扬，对不对？你糟改，我不是糟改。哎，你不知道吧？你不知道吧？我小名叫蛋蛋。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？我跟你焦赞的那个蛋是一个字儿，我小名叫蛋蛋，周蛋蛋。这不巧了？你嘿，你是孟良吧？你还你对呀、啊？那个孟良，那个孟，就是一个孟。对呀、啊，我跟那个焦赞那个蛋是一个蛋。你说。你不找我，你找谁呀、啊？你就是那个周赞头。对对对，周赞头是你啊！啊，行，你愿意演这个？我可以。可以那太好了，我省事找别人了啊！咱哥俩去把那钱挣回来多好啊！行啊，我本子都写好了，啊、对不对？嗯，行吧，你愿意演吗？可以。你会唱戏吗？我会呀、啊。你会啊？那可以，但是你会的是老的，新的我还没有传给任何人，你肯定不会呀、啊。我可以先学呀、啊。我学习能力可强了，可以先学，真的吗？真的？那行了，我太高兴了啊！我小名叫蛋蛋，你说。可以，那咱教一遍我就学会了，一遍就学会了。哎，那行，那咱就来一回这个新红娘洞，好不好？行啊，咱是现场教学，现场教学，现在你就教我，我现在就教你啊！你嘿，太好了，明儿咱就走了，明儿咱就巡演去了。哎呀，行，行吧，能学会吗？明儿这活能没？没问题。好，那行，今天拉点碗啊。主要是咱现在就是排练，没有乐队，也没有这个行头，咱就这样，行不行？我教你，我教你这出戏啊，好吧？拿着这个啊，这好比就是咱俩骑那大马。哦，京剧舞台上都拿一马鞭，好像就骑马了。你别这么骑啊！是吧？拿一马鞭就好比骑马啊！哦，对，哎，行吧。哎，行，咱后台开始啊。嗯，到不用后台，这是后台啊，这是后台搬桌。哦，还有调度，你给我讲讲啊。好像不太一样，来，模仿。
你看就是学习能力强，那对吗？你查这玩意对吗？又错了。苍狼起来了，苍狼起来了，苍狼起来了，黄来黄一彩的黄。刚刚再来的，刚刚再来的，刚刚再来的，那对吗？那对吗？给起打死，给起打死，我的方一飞的他，给他，你这三遍不一样吧？听出来了，这个最后第四遍那个，那就不是京剧。这你会？我会呀、啊，还是在老罗这儿走。哎，行吧，行，走吧，行。行好行啊，来，我站这儿就行啊。那应该的，你这报自己的名字啊，嫩的喊。
交战。咱干什么去的？咱道骨去，明着去，暗着去的。暗着去。暗着去的，好家伙，暗着去的，到人家北国城池底下，俺孟良，俺交战。人北国人一看，啊，孟良交战来了，拿机关枪给他们突突喽。到此了吗？那会儿有机关枪吗？老机关枪，管着吗？这个咱得迷惑敌人，俺大花脸。就得这么来，就得说大花脸，大花脸迷惑敌人，迷惑敌人呢。哦，明。那我什么词儿？后台问题，前台问题。那个我什么词儿？我你叫我吧，客气客气。老板，我什么词儿？你呀，啊，嗯，二花脸的，我是二花脸，对，
骂街是不是？骂街。废话。怎么了？孟良交战，啊，兄弟，啊，把我过去给你，啊，像话吗？怎么了？这哥俩给爷俩啊？迷惑敌人呢？敌人太狡猾了吧？你得迷惑，太难被迷惑了吧？人敌人知道孟良交战是什么呀？马兄弟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把你过去给我两天，你看就两天，到完五回来，咱就还原身份，对不对？把你过去那么一看，这爷俩，我是爸爸，你是儿子。过去完了之后，人说这爷俩还是上咱们过去吧，就不用拿结婚证普通得了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哦，就是我这儿是过去给你当儿子，对，然后到完骨回去，然后你夸夸和地上对在后头嘛，对，怎么演到那儿了吗？哦，明白了吗？行，行不行？行，啊，那我应该说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呀？啊，我给你讲点戏啊，这块特别的重要。哎，你说什么呀？你就好比人家你心当中啊，八年前就想认我当干爹。哎，我这人呢，我又好高，我觉得你这小子好吃懒做，我不愿意看你。哎，我就不收你这干儿子。你这心里边，哎呦，我憋屈八年了，我就想认孟鹤堂当干爹。那天呢，我喝了点假酒，哎，我也不怎么一高兴。我说周姐啊，过来过来，你是不是想认我当干爹？对对对，我就想认你当干爹，太想认你当干爹了。行了，今儿我就收了你了，你愿意不愿意？这会儿你内心活动啊，内心活动就起来了。八年积攒出的那些个压抑的东西，好家伙，全部释放出来。毛大师乐意你狠呐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明白了吗？这样我复述一遍啊，你看我是不是一学就会啊？啊，就比方说，这个情境当中，就是比方说啊，嗯，我从八年前，对，八年前，我嗯，就想认你当干爹。哎，你嫌我长得难看，你还不同意？哎，嫌我吃的多，你还不同意？哎，哦，好吃懒做。完了，突然有一天也不知道吃喝点什么假酒，然后有点上头，然后哎，过来求求你啊，过来吧，过来吧，我同意了，从此我就是你干爹。完了，我就八年了，八年的宿命，孟鹤堂终于是我干爹了，我高兴了，我就毛刀落一定不得了啊！我怎么那么贱皮子呢？怎么剧情需要啊？这不是？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啊，这儿不跪下磕头。这儿没有，这儿没有。明白，明白。行，那咱打头复习一遍，我怕你前面忘了。不可能忘了。那咱复习一遍，您跟来一回，检查一下作业行不行？哎，来，坐。雪琴还没来呢吗？不用管他了啊，主
你跪地呀、啊，认你当干爹。不是，你养到那儿。为什么呢？杨子，你连台本连台本戏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吧？连台带本的。哎，这800多集呢，一共。800多集。一共800多集，到五你回去800多集。不，我说你，你磕头给我人生干爹那是第800集。那您刚才唱的这是？第一集。没写完呢。你写的快吗？2年写了第一集。1600年，所以说他唱过1600年，我房贷都快还完了。咱今天就到这儿，到这儿。我明白了，我学会了。今天就到这儿，就到这儿。别的呀？怎么了？别的呀，没过瘾呢。干嘛呀？没过瘾呢，大伙没看过瘾，还想看？还想看？这样完了，我提个意见啊。建议 啊，咱从头再来一遍，怎么样？好啊！我前提呀、啊，什么前提？咱俩掉个人。我来孟良，你看不就我叫周九良，我小名叫良良。你是个善变的良良吗？你不是善的吗？你是那是过去式了，那是过去式。你演孟良，我演孟良，我演焦赞，对对对，不行，为什么呀？不是焦赞词儿我不会。对，焦赞词儿他不会，我不会，那唱，你不会怎么教的我呀？别废话，赶紧过来啊！
今天下午又在这儿，还人确实演的舞曲社嘛。对，这个周日的下午是舞曲演出啊。哎，所以周日下午来听听舞曲啊。舞曲，看看没有，那腰劲儿有点过了。我也想努力的振兴一下传统文化。对啊，人家拉那什么呀？啊，拉那个叫什么？拉那三弦是吧？拉那三弦，拉了四个弧，弹的三弦。啊，拉了皮用，拉了四个弧。对啊，弹的棉花。对，棉花干嘛？弹什么？弹三弦。还那个琵琶精，台上有一个什么？怎么琵琶精啊？那叫什么？啊，琵琶乐老师，乐队老师。对，弹那琵琶，上边还敲那个扬琴。哎，对，敲那扬琴，是不是？还有那个打击乐，是不是？站一大姐，手里拿一个快板。啊，拿块板敲那鼓，蹦蹦蹦蹦蹦蹦，不是好，不是好，您大伙儿没事可以欣赏啊，有年轻的演员，有老的演员，老的演员听听味儿，年轻的演员您听听人家现在基本功特别的扎实，特别没事进来听一听传统艺术，甭管您是天南海北哪儿来的，您了解了解这个舞曲是怎么回事，哎，您回去您好跟人讲啊，什么是舞曲，对，哎。到底什么是舞曲吗？什么是舞曲？听完也讲不出来，因为有些词儿啊，你听不懂，听不出来。我就建议他们呀，在这块来一个字幕，哎，唱到哪儿呢？哎，这字幕就起来，大伙能听大概看为什么意思，对吧？有时候我就听不懂，我听不懂呢，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，睡着回头呢，人家老师有的在下边有词儿，我拿着词儿看，观众不可能给发词儿啊。对吧？啊，观众不可能发词儿，我拿词儿看，哦，这么回事儿，是那观众来发词儿，那一人一本，那是追悼会。对吧？那弄字幕，后来发现弄字幕弄不了，啊，有些演员呢在台上词儿不固定。哦，啊，就跟我们说相声现挂，啊，有时候不固定，你生词儿，您这儿唱这句，他生那句词儿对不上，对，所以说呢就没有这个词儿，啊，我就建议大家弄一个词儿。所以说呢，我就后来我就听了听，我就不爱听了，不爱听，我觉得还是说相声好玩。我就劝大家多买相声的票啊。德云舞曲社就在这儿嘛，你还弄这个栅栏是吧？这叫栅栏？这叫四扇门。哦，四扇门。然后后边摆的那叫什么？屏风。后边摆的那叫什么？盆景。哦，你叫盆景啊？哦，你叫什么呀？我追悼会看过这玩意儿啊。叫什么？追悼会就是松树嘛，这是大松树菜啊。这边应该摆一松树，那边摆一鹤啊。俩人两人入阵追悼会啊。瞎聊瞎说啊，因为什么？相声演员就是跟观众聊天，没错啊。有时候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嗯，就台上就瞎说，说着说没词儿了，就等会儿。等雷劈你呢，等会儿脑里有词儿呢，哎，想起说什么来了，再聊。这谁等你啊？啊，有时候就是聊天，大伙儿有什么爱问的，尽量别说啊，留在自己心里当一个秘密，好不好？不要说出来。有什么想问的吗？别说。刚说刚教你，教完了你就是张嘴。那么不好教的，这刚教。你是我带过这最差的一届学生。说哪个？什么？老秦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个问题放在您心里，把它当做你自己的小秘密啊！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扪心问自己：老秦什么时候回来？老秦，你说老秦干嘛去了？哦，老秦啊，录综艺去了。对，录综艺去了。大哥，你那么爱老秦呢？我现在发现老秦行可以，现在这种覆盖面可以啊，中间大哥也可以了啊。您看老秦哪一块肉让您爱上了呢？没有肉。一般都是小姑娘啊喜欢老秦的，像我这样都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啊小姑娘喜欢我。你琢磨有家的谁喜欢我呀？都是小姑娘。对不对？人都哥哥看孩子，人过日子的，谁有功夫上女王还是皇家还买票上这儿来？对不对？没功夫，都是你们这些闲人。
其实挺有意思，听相声挺有意思。你看大家伙买票进来听啊，大家往这一坐，哈哈一乐，我们也痛快，您也开心，对不对？都是互相的，观众和演员都是互相的。那个您买一张票花不了多少钱，往底下一坐，您看着这票，看着演员，觉得这票值不值，对不对？你对比一下，你觉得这钱花的不值，您出去把票撕了，下回不来了完了呗，对不对？下回不来了，一跺顶天一跺脚，不好，对不对？顶天一跺脚就走了，还推翠口坛，在德云社门口翠口坛推，哎，翠口坛罚5块。我们说那么次就是为了那5块钱。门口有一台门，有台门，您要什么觉得屋里说的次，退翠口坛出去啊！你骂街离远点吗？离远点吗？因为门口这保安呢，好打人。啊，不打人是吧？不打人，他就罚款，就罚那个弹钱。对，主要怕你骂街。你说你骂街骂谁呀？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小辈儿的，对不对？顶天骂句郭德纲，哎，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。没关系，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嗯，反正谁说的，郭德纲教的，对不对？都是我师傅教的，啊，教的好。我学的也好，所以说我们怕挨骂，我们就努力的好好说，啊，也省得您真的出去骂街去，觉得德云社啊不好听啊，然后出去觉得德云社没有以前好了，我们不希望这样，不希望这样。原来我们也没多好，不是，咱不得进步嘛，得进步，咱得进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周老师，我就说他，你得进步，得学习。对，你后他在后台干嘛呀？他老扒拉他那三弦儿，你琢磨琢磨相声，这是你的主业啊，都应该学嘛。不是都应该，你三弦你学了干嘛？你有用吗？你没有用武之地，对不对？人家现在人家年轻演员上台，人家唱人古举社有个培养出那孩子比他弹好呀。哎，是，人家是专业，他往这一坐，好像跟人一弹。跟观众净坦塌了，好弹三弦的比台上唱大鼓的名气还大了，对吧？人净看他了，别人看这个，招人讨厌。对，你就别光捧哏。多好啊！你有点招人讨厌了。你别的，你就他跟你捧哏，谁看我呢？你不哎，看我的时候余光是不带着你了吗？对吧？这多好啊！咱俩一块合作。啊，多多努力说相声，哎，应该的吧？对对对，在家他也不闲着，我爱听我。他净干那没用的，没事弹弹三弦儿，啊，他的瘾也大，他瘾也大，他净搂撸那三弦儿，好家伙，哗撸直冒火星。他卖力气，确实他锻炼练功，是，就是弹的确实弹得好。因为德云社我师娘曾经说过，说他手音特别好，啊，手音特别好，他也真练出来了。练出来，在家弹一三弦，真弹，家里边各种乐器他都会，他家乐器多啊，打个架鼓啊，弹完三弦，三弦往前一扔，大姐走了，该下班了，几点了？9点，10点半了，好像。我接着说啊，他撸那三弦，好家伙，好听，他打架鼓，噼里咕噜。他就喜欢乐器，你呢？为什么喜欢这些乐器？他撒法子，他台上没话说呀。对，他边上给我捧哏了，这是他的担当绿叶，他在那儿给我捧哏，在那儿站着，就我说他了，说他这，说他那，他回家他撒法子，是不这样？打架子，我神经病啊！扒着那皮吧，挠死你！在家呢，跟音乐去撒法子。啊，撒完拉那手风琴，啊，我一回来，他媳妇在那睡觉，他媳妇都烦他，一睁眼睛，准备出，一睁眼睛，这闲着就搁这儿，他媳妇在搁这儿，哎，晚上都闲着睡觉，只要一睁眼睛起来，也不管他媳妇睡不睡着，对不对？就这一出，起来啊，打架子。挠那皮吧，拉那手风琴，每天早上一起来一睁眼睛，不行，天还没亮呢，往三弦呢，让媳妇儿藏起来，往三弦呢，哎，往三没有三弦，
媳妇俩睡觉，这媳妇气，哎，没有三弦，我是手风琴，我手风琴呢，那是手风琴，我是啊，手风琴，我说，哎，怎么拉不动啊？哎，怎么拉不动？拉不动，谁把我手风琴锁上了？我拉不动，你还锁上了，我拉不动手风琴。啊，这媳妇实在受不了，从屋里出来，啊，一大嘴巴，打我干嘛呀？大半夜不睡觉，你抱着暖气片疯什么呢？